如果僵尸来了你会怎么办？我会马上拿起摄影机。为什么？看了那么多僵尸片，还没见过哪个僵尸会咬摄影师。你为人类科学做过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当年我为了证明鱼的记忆只有7秒，就用棍子猛敲大鱼的头部，但是7秒钟后它并没有忘记，而且还攻击了我的左腿。所以你为科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证明了有些鱼的记忆并不是只有7秒吗？不是，我证明了鳄鱼并不是鱼。你曾经的班主任发过最狠的一次火是哪次？有次我们上课偷玩手机，他把我们全部叫去办公室，当着我们的面砸碎了整整7部手机。这么狠啊！关键我们只有6个人。你一个月工资几千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把单位给我换成万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你一个月工资多少万呢？0.2万。如果有人发现并证明鬼的存在，可以拿诺贝尔奖吗？必须可以啊。如果可以，应该拿个什么奖？诺贝尔亲自颁奖。如果当年李白喝的是可乐，会写出什么来？人言此物妙如仙，口感如酒还挺甜，一拧一晃滋一手，喝完打嗝老半天，清起瓶盖生白烟，急流涌喷似泉眼，口水直咽3000尺，当个肥宅一整天。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展出攻击型器官？怎么没发展？本来要进化出骨刺的，结果被当作骨质增生给我按回去了。我快要进化的龙鳞被当成牛皮癣给我治了。好不容易修炼出的金丹愣是当结石给我打下来了。我的血龙眼被当成红眼病给我治了。月夜差点就要变成狼人，他们以为我得了狂犬病给我按了。熬夜容易猝死，健身能强身健体，那我熬夜健身呢？你会得到一具强壮的尸体，然后可能一般的棺材装不下你，阴间的健身队应该会有你，你的骨灰可能是蛋白粉一样的质地，为了纪念你，大家都要做几个蹲起再去你家吃席。证明你不是9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，皆枯藤老树昏鸦。小乔中路回家，黄忠野区开大，助力对方五杀，后羿卡下吃瓜，开团装瞎演技最佳，强人手机摔炸，断肠人勇闯天涯。假如某天醒来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把你抓了起来，说从此将替代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车贷每个月16号4000，房贷每个月20号6000，别逾期了，撑不住就回来，我和你两班倒，996福报我怕你顶不住，先签个字画个押再发个毒誓，我怕你后悔，我在家玩电脑就行，您忙您的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去上班吧，我再睡会儿。为什么我每次做春梦到关键的时刻总是会醒来？人们对未知的事物总是缺乏想象，这个梦没有办法继续了。遇到了知识盲区加载失败，没蓝屏算好的。就像游戏遇到素材缺失强行崩溃，也可能你的梦涉嫌违规已被查封，又或者得不到的人连梦中都不给你机会。老干妈工厂那么多员工，不怕泄露配方吗？书上啥都有，你怎么不考清华北大？路上那么多女的，怎么没见到你找到女朋友？街上那么多房子，咋没有你的？马云把经验都分享了，你怎么不再开个阿里？网上全是健身视频，你怎么还200斤？哈勃把宇宙都观测了，你怎么还待在地球？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什么笑话？从前有一个傻子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都喜欢说没有。你听过这个笑话吗？你以前不是跟我讲过吗？没有啊。你在校园时代遇到过让你心动的人吗？怎样算心动？就是不敢正眼看他，偷偷看一下便会有心跳加快的感觉。有啊，监考老师。如果把你关进一个房间一个月，只要你坚持一个月出来了，就给你1000万。但是在这一个月里，你只能带1公斤的食物，你会带什么？金针菇无限卡霸。什么是双标家长？网上到处吐槽我们家长双标，啥个时候双标了吗？你们睡了他就得跟着睡，你们醒了孩子就得跟着醒，在家待着嫌他懒，出门玩又嫌他花钱，不说话那就是个哑巴，哎，一说话你就说你怎么跟我顶嘴呀、啊？吃穿你让他跟差的比，学习你让他跟好的比，看电脑玩游戏那眼睛会瞎，
看书不会瞎的、啊、这么多你还敢说自己不双标？你的爱会将我灌醉。上厕所的烦恼。爸你快点儿，急什么急，着急吃啊。哎呦憋不住了。后台同学的委屈时刻，不能再这样了。我爸送我来学校可不是让我玩的，我下次考试一定要拿高分。现在开始努力复习，加油加油！我有，努力是有回报的。我考了95分，我有，只能考95分，你是不是作弊了呀 ？Heart beat fast, colors and promise。后台同学的委屈时刻，吵什么吵啊！后排那几个啊，不想听我的课就滚出去！哎呀，老师不是我们，我没有说话，不是你们还有谁？整个班就你们会扰乱我课堂。Heart beat fast, colors and promises.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? 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？同学们，今天是要听完电脑课上数学，电脑课上什么？还不听电老师？来吧吧，今天不把我带上白油，不准下课。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？老师，我手机没找到，怎么放手了？什么？反了他了！我马上给你要回来。是你收了他手机吗？啊！你不知道我晚上要双排，放手机给我拿回来。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？把手机给拿过来！第一名，发成绩后。班主任从后门偷看时，你敢这样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待会儿班主任从这儿来偷看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记得提醒我一下。班主任来了，走啦！假如你父母这样，你喜欢吗？爸，我书包呢？我给你穿了，你扔我书包干什么？我还要学习呢，你还好意思说？